还在勇气啊，来来来来来，我们俩配置一下黄梅戏啊，夫妻双双把家还，那整一个呗，好不好？好呗，好，来来来，露水青山带笑颜，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肯听来我知不，我今天的明星转起来主题是我是大侦探，哎，这部戏正在我们辽宁卫视热播，大家一定要多多看啊，哈，当然了，今天呢有几位大侦探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考验他们实际上也有点为难人家，对，因为跟象牙山村的老少爷们毕竟接触的时间有点短，对，你其实你想办案必须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对，了解他们的特点啊，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很期待我们的大侦探们和我们的二人转演员们共同来一个交流，哎，这个主意好啊，学习一下，互相交流。那么我们首先有请出我们象牙山村村好口才啊，好啊啊，当中的这一位重要人物刘能带给我们一段非常具有特点的二人转的演出，来啊。献给大家啊，好没？好了，听我口令。枪声儿来，老师，平时您都站这头，我是捧哏的啊啊，这个贯口您也应该会吧？贯口对，我们小时候倒是都练这个，都是基本功啊，啊对，基本功、小时候，而且我们逗哏捧哏都学，对，学到一定程度以后，看适合逗哏就逗哏，适合捧哏就捧哏，哎，所以基本功都练。您觉得刚才这段表演怎么样？太棒了，太棒了，又有唱又有说，而且嘴皮子的功夫非常非常棒。哎，我们的小丽非常谦虚啊。刚才看完了之后，您来演一段怎么样？我演这段啊！哎呀，
这个太吃功夫了，太吃功夫了。没有，我要是一时半会儿，我下个一年半载的功夫，我学学还可以。这现来上来现模仿不行。学生，学生，这么着吧，相声有段贯口啊，我把贯口搁在这里边，我要说说贯口。好，拿着这个，我学学动作怎么样？好，好，好，来来，好。你给我拿着来。有点像肚皮舞，有点像，有点像。不得上门嘞！哎呦，老清河沙河上贫贱，南口金龙角，康定怀来宝，安下怀远，心中宣化沙河宁远，张家口，成这么，这实在找不着。对，他节奏不一样，对啊，跟我们贯口不一样。按照您的那个节奏来打就稍微容易点就行，来容易点就行。这样啊，来一小段，好，来一小段，谢谢，谢谢。我们这个，越说越快啊，咱们，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宝、安下怀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天镇、阳高县，聚乐浦、周石庄、大同、丰镇、吉宁、平地泉、十八台、多姿山、三道营、旗下营、呼和浩特、达拉特旗、包头市，穿过乌梁素海，走临河、邓口、石嘴山、宁夏银川市，经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市，过临泽、酒泉、玉门，又安溪、星星峡，奔新疆哈密。什么好，欢迎于老师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这遍跟上回不一样了。好吧，谢谢大家，好，谢谢小丽，谢谢老师，谢谢您，谢谢于老师，谢谢，很棒，很棒啊，这是交流啊。那个，接下来我们二人转明星再出一小节目，来来来，再出一位，哦，小龙和我们的李林来了是吧？哎呦，来来来。一段二人转小帽叫反正对花，反正对花的正对花呀，是要演员的卖味儿，就是说你要把味道唱出来，非常好听。第二段呢，就是反对花，非常不好唱，要演员的嘴皮子功夫，还得加点花腔，什么呢？得打嘟噜，对，一个字后边带一个嘟噜，在快的基础上还要打嘟噜。哎呦啊，在快的基础上还要打呼噜啊。嘟噜啊，嘟噜嘟噜，我听个呼噜啊、嗯，我们先听一下吧，好吧，先听一下原版的啊，来来来，大侦探团队当中，既然是对花，我们也选一朵花。好啊，牡丹花啊，牡丹啊。听见刚才怎么唱了？我想学二人转已经很久了，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哎呦，师傅！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二师兄。那我先试一下，试一下。老师您听一下。好。哟，可以啊，怎么样？怎么样？行吧，挺好，挺好。还有加上唱，三月里来，来就唱这个，牡丹试一下。三月里来，呼噜有点多。三月里来，好，非常不错了，真的。我基础啊，短时间内能掌握到这个程度已经很棒了。我还是有一点学二人转的天赋的。
是吧？非常好，非常好，来点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很好。那有机会要跟小龙来合一把。哎，好啊，唱那么一两句来感受一下。来来来，那我们就那个和那个后面两句。七不隆咚，锵咚锵，人花红。好，嗯，这是女的开头啊。那我来开头吗？来，谢谢。一二。七不隆咚锵咚锵，嘚儿花红；八不隆咚锵咚锵，嘚儿花红；嘚儿塞嘚儿塞，嘚儿拉门塞儿塞，花开花谢，花开时呀红啊！让你带着人家唱，就听你自己唱了。好，总的来说，我们也能隐约的听见牡丹唱的也非常的棒，非常的棒，非常好。谢谢牡丹，谢谢谢谢牡丹，谢谢谢谢小龙，谢谢。好，二人转，接下来我们这边呢，来来来，再要点选陈静和刘晓光再来一段。来来来，两位来来来。本期主题我是大妖怪啊，这一段劲歌任务，大家说好不好啊？好。来，我们看看这边，史爷，史爷来吧，好好来吧。史爷来来来，哎呀，佩服佩服佩服。你需要什么？需要一把扇子，还有一件外套。他需要那个人在旁边，你来。如果这段音乐放给你的话，你是怎么演绎的？我肯定没有那么嗨，但是我可以跟他学两首，也算跟二人转演员学点东西嘛。这样，简单教你两个动作，然后你自己带着大家跳一遍，好不好？来，陈静，来有请陈静。陈静来。来。陈老师。咱们就来一个《冰雪奇缘》，这样，咔咔咔咔咔咔咔。照相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哎呦，那这个还有用吗？随你啊，你可以融上，也可以用。来，卡，预备起，一，卡，二，卡，三，三卡，卡。OK 了，就这样。那我们谢谢陈静啊，教的，谢谢谢谢谢谢。哎，咱们让这个史炎自己来好不好？对。大家先给鼓励鼓励，来来来来来，没事，放心，我们这个观众非常热情啊，太热情了。好，接下来看你怎么演了啊，来，音乐响起来。
不是，因为啥我那个这个是也是我搁家带来的。哦，是吗？啊、我寻那个你说说你们搁哪带的，我这没有没想唱。好，谢谢光哥，谢谢谢谢谢谢史岩，谢谢史岩，谢谢谢谢。好。哎呀，哎，总的来说跳那两下还真是，真是挺好的，真是有基础，有功底的。哎，那么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表演，接下来我觉得应该欣赏个原汁原味的小帽了。对，知道了我们的二人转真正啊，给大家展示一下环节。我们请出哪两位呢？永慧和小素清吧，好不好？来，有请，欢迎他们。好，他们。好，那我们俩就给现场的好朋友来一段二人转。老小帽啊、唱一段放风筝奉献给在场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大侦探团队刚才呢也都派了代表来交流学习来了，好像呢只有郭德纲老师和岳仙老师还没有来体验呢啊，有请二位。来好，怎么还有我们俩事儿啊？哎，二人转讲着一副架，一男一女嘛。正好现场搭档重组了啊，我们俩。怎么样？刚才听二人转的演出感觉如何？那非常好，以前我也没少听啊，是，但是唱可是没唱啊。对，我是跟二人转演员每场合作，但是唱的到至今为止也不怎么地儿。耳濡目染，怎么样也会一些，那就跟着一块儿学呗，是吧？那接下来二位给我们带来一段小帽吧。咱们来啥呀？来个啥？小白娘。小白娘是吧？小白娘大家都非常熟悉。那我跟着你一块儿唱啊。好，我们把掌声献给郭德纲与岳仙。来。